我是你的老朋友卡拉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魔力说生活。山楂因生津开胃而备受喜欢，并且呢有很多中药的方子呢也出现了它的身影。另外呢它有以下这四个功效，那第一呢就是改善腹泻等肠胃的疾病。山楂里的酸性物质呢可以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、大肠埃氏菌等常见的引起腹痛腹泻的细菌进行杀灭，而且呢能够抑制细菌性感染造成的腹痛腹泻的情况。那第二呢就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那山楂中含有的桔梓酶呢能够起到一定的降血糖和降血脂的作用，从源头上抑制血管堵塞，帮助控制血压血糖，还能促进心肌收缩，降低心绞痛风险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那第三呢就是排毒养颜。山楂能加速身体基本代谢，具有利尿消肿的作用，加速身体的毒素排出，减少色素的沉着，起到美白养颜的作用。那第四呢就是活血化瘀。在本草纲目中呢有所记载，山楂性味酸甘，微温，可柔肝健脾，能够起到护肝健脾。此外呢它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，能缓解月经疼痛的症状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山楂含有的比较多的果酸，如果一下子吃太多的山楂，或者长期单独服用山楂，会造成胃酸分泌过多，损伤到胃黏膜。如果有胃溃疡的人呢，是不要大量的食用山楂的。中医讲求药方配伍，如果想要助消化、美容养颜，又怕单独吃山楂伤胃，不妨可以用山楂与陈皮、麦芽、鸡内金、木瓜、佛手等养胃健胃、能够综合酸性的食材，通过搭配研磨后加开水冲泡饮用，每天坚持喝，能够养胃开胃、排毒化瘀，身体呢会更加轻松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，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，我给大家及时的回答。欢迎转发收藏备用，关注我也说生活，更多养生知识学起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好看。